素娥的手机定位是在这里啊，打这阵线。你是最喜欢吃青椒的吗？该不会被秀明发现什么了吧？我是真的没睡好，因为素娥回娘家了。啊？你就是应该要换手机，换讲电话的时候声音不一样。女力报道最佳拍档。立TV线上影视。